had a feeling you'd come back and save me from all those lonely nights and heartbreaks. And I feel misplaced without you. Why don't we go back to, why don't we go back to, never wanted to end.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今天的频道。今天呢是2021年的第一支 vlog，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1年最大的一个愿望吧，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保持一个健康的作息。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2020年呢发生了这个新冠疫情，然后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呢身体健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最大的一个愿望吧。然后在2021年的开头呢，其实我还收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比如说我最近有个朋友就是确诊了新冠。我知道这位朋友应该现在正在看我的视频，因为你在家里隔离，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然后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然后呢，我前段时间还看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博主，就是那个微博叫做雅鲁藏布江的女人，然后她突然在飞机上就是心脏骤停然后去世了。我当时那天早上起来就是刷到微博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就是震惊，就完全不敢相信，因为她是我关注了很久的一位博主，而且她是重庆人嘛，然后年纪呢是跟我是一样的，就她跟我等于是同届。然后我有朋友呢还是属于她当时读那个中学的时候隔壁班的那种，所以我对她就是自然的有一种亲近感。然后呢，我也很喜欢她穿的五颜六色很有个人风格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活得非常灿烂，然后非常自我的一个人，然后有自己很多的想法，然后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震惊，也很难过。我觉得对于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很绚烂的规划，然后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想要做，但是他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人生无常吧，所以呢就更让我觉得在2021年保持健康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前段时间也在调整自己的作息吧，我前段时间都睡得还挺早的，然后希望自己以一个比较正常规律的作息然后来开始2021年的生活。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2021年呢能够以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迎接新年。我今天早上呢去看了一下牙齿，然后刚刚吃完了早饭，现在打算稍微休息一下，我就开始上班了。 OK， 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见吧，拜拜。 Why don't we go back to Honestly I'm open wide I don't feel like waking up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 still see your silhouette Why don't we go back to Why don't we go back to your bedroom大家好，我刚刚运动完，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就是查我的 CPA 成绩。唉，因为一般 CPA 就是会在他说的出分那一天的头一天晚上，因为他的 release score 的那个 date 是明天嘛，但是呢他一般会在头一天晚上然后公布成绩。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他们的推特上面就已经说已经公布成绩了，所以我先来查一下。唉，Why don't we go back to your bedroom? Get up, stretch my legs. Eat some breakfast, no eggs. Brush my teeth up, wash my
face. Start my wake up, get up, stretch my legs, eat some breakfast, milk and eggs. Brush my teeth up, wash my face. Throw my clothes on, start my day. Wake up, I can smell the smoke from the bacon. Let's go, see the sun shining from the windows. Okay, I know that today'll be a good day. Okay, I know that today'll be a good day. A, B, C, 1, 2, 3. Drink some water, brush my teeth. Get out of bed and I stretch. Bed and my hair is a mess. Look through my clothes for a fit. Anything I do is drip. Feel like a kid when I'm TikTok, and I still keep it real as it is. I show my age, I don't switch often. I'm just as a dad as it gets. Try taking naps with my kids talking. I'm guessing this life. Hello, 大家，现在呢已经晚上的10:30了，然后10:37，我现在准备去刷个牙，然后就准备上床睡觉了。我昨天发了一个 Instagram 的 story 嘛，然后就说我终于考过了 CPA， 然后收到了非常多朋友的祝贺呀，然后还给我一些留言啊什么的，我都非常感动。然后呢，也感谢大家一直在这一路上的支持，因为有好几个就是私信我的朋友都说，感觉一直看我的视频就像见证了我一步一步这么走来，然后最后考过了这样。就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因为有你们跟我一起就是看我视频嘛，然后跟大家一起努力中感觉，然后之后呢就应该会拍一支关于 CP 的视频，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我会整理一下，然后争取把那个视频快点给大家拍出来。 OK， 那我就想跟大家在这里的表达一下我的感谢，那我要去睡觉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Like clocks we evolve in a circle. Every 12 months we do it again. Wake up, get up, stretch my legs, eat some breakfast, milk and eggs. Brush my teeth up, wash my face. Throw my clothes on, start my day. Wake up, get up, stretch my legs. Eat some breakfast, milk and eggs. Brush my teeth up, wash my face. Throw my clothes on, start my day. Yesterday I lost a battle, trying at all costs, oh, to keep you, babe. Oh, to keep you, babe. Doo-doo-doo. Now I hurt so bad, all I feel is sad that I lost you, baby. Oh, I lost you, baby. I said goodbye with tears inside, calling out your name as you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now I wonder, why won't you come back? Love me, hold me, need me like the way you used to do when it was just me and you. Don't go, I need you, I'll never mislead you. Give this love another chance.下班了，哎，我今天晚上就不运动了，我感觉我没有办法运动了，太累了。这才一月份我就感受到了 tax season 马上就要来了，哎呀，我现在想直接躺在床上就去睡觉。我给大家看一下，当你工作到非常非常累，然后什么东西也不想做的时候吃什么。但是其实这个面包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是那个 Whole Foods 最近出的那个有点像冬季限定吧，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要冬季限定，就是它每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就会出一个类似那种可颂的吐司，
然后又是他虽然外面就是长得很像可颂，就是他那个边啊什么的就长得很像可颂，但是他是那个吐司嘛，然后又吃起来非常的脆，然后感觉口感非常好，反正我很喜欢。最近呢我就一直在 Whole Foods 买这个面包吃，好像真的只有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才有，因为我记得我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买到的，然后基本上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面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了一趟超市，然后今天是星期六了嘛，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给这个视频做一个 ending。 其实呢本来我是想这个视频拍一些我比较正常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每天就是有一个比较正常然后健康的作息，然后每天运动一下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最后几天就是来大姨妈了，然后再加上最后两三天我的这个整个工作都非常非常忙，有时候饭也顾不上吃，所以感觉我最后几天的这个健康生活有点被打乱了。但是 anyways 我觉得我2021年的就是一个愿望，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然后去过这个2021年吧。然后呢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接下来呢就是我从下周开始会有一个非常短期的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其实还真的挺忙的，而且作息也是有点不太规律，所以呢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时间录视频。其实录视频还是可以录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时间剪辑，所以呢我到时候再看一看吧。希望呢我还有能够时间就是剪辑一下视频什么的，因为我挺想记录一下接下来这段时间的。 OK， 那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也欢迎你去订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